馬季又嚟啦，淨係睇 YouTube 嘅免費內容邊度夠喉噶？即刻加入我哋沈國成賽馬汽車工作室嘅付費群組啦！ Michael 喺群組裏面會同大家有一個賽前嘅直播分析，每次 meeting 嘅時候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仲會喺群組裏面同大家分析一下佢嘅跟進馬。喺群組裏面 ，Michael 仲會同大家解答所有嘅問題。仲等咩啊？即刻加入我哋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嘅付费群组啦！我哋喺群组里面等大家。喂 ，Hello， 欢迎大家翻嚟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Hello Michael， 你好 ，Sabrina， 哇，我哋今日衬晒啊，系啊，衬晒啊，你啲颜色又搭落我呢、這個，好当当啊，已经好似有呢个新年嗰个气氛吓、啊，非常之精力充沛，同埋我想讲，哇，今日我一翻嚟就即刻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仔要讲喎，系咪咩故仔？要讲呢、這个一个人物嘅传奇故事，张会嘅传奇故事，边个？就系希威森，系咩？点解？因为佢将要成魔啊！哇，见到真系简直觉得哇，呢个系咩古仔？系咪好？系啊！睇睇我哋今日嘅内容系嘛？系啊！好，今日咧系我哋嘅标题咧，大家已经见到啦，就系、是、要讲咧希威森咧点样喺佢呢个成魔之路上走啊！咁就系讲竞赛嘅小组对佢嘅嗰啲叫咩 comment 评语。同埋即係對啱啱星期日有一場嘛，呢、這個競聯小組咧，即係如果你唔去刻意將成條片夾落去嗰、那個對嗰個競賽事件入邊咧，你完全唔發覺呢班人咧，完全係斷章取義。嗯，同埋咧就即係好容易就會俾佢哋走得甩咯，佢哋輕描淡寫咁大過咗，咁就算啦。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都好豐富嘅內容，特別咧嗰場咧就要麻煩 Sabrina 咧要讀一讀個內容，我哋跟住咧就夾落個內容度睇埋條片，咁你大家自己去夾一夾，睇下我有冇講錯呢班人。不過在我們這麼精彩的內容之前呢，就要提醒大家有些很重要的事。最重要是什麼呢？當然就是呢，要由上面那裡開始數起了，要分享啦，要留言啦，要給個心心我們，給個 like 我們啦，還有要 subscribe。最重要呢，有這麼好的節目呢，要分享給你的朋友看，多多歡迎。哇，還有我聽說恭喜 Michael， 我們剛剛過了一萬一千人了。咁啊，雖然有啲好多網友都有留言噶，其實 Michael 唔緊要嘅，你啲馬唔又俾啲彩蛋唔中啊，乜乜我哋都會繼續跟嘅。咁有啲中嗰啲，咁可能你哋冇特別講啦嚇。好似1月1日我哋第一場已經中咗，阿馬都唔認得啦，咁從來冇人提過喎。仲有黃志宏喎，係嘛？光年80喎，中埋 Q 嘅喎，一拖三嘅啫喎，係嘛？咁啊，跟住。仲有啲例如銀騰，我都同大家講，嗱呢啲馬我喺個福盤度都曬命啦，70幾倍我嚟做呢個馬膽，我哋中冷嘅100幾蚊位置，就成1000蚊嘅位置 Q。咁當日第十場都再出，我喺呢個節目都同大家講，哦咁當然唔使我再講啦，你點會識埋銀騰噶啦？咁我亦都講一 win 三 pay， 38.5。三批嘅意思，即係你等於中咗12倍嘅冷馬噶啦，啱唔啱啊？真係。咁呢啲亦都冇，計下數有，亦都冇問題啦，係嘛？亦都冇問題，咁但係啲唔緊要嘅。唔緊要，我哋好大度嘅。嚇！咁但係咧，即係我亦都好多謝你哋信我，例如話我有啲馬講，咁我覺得例如話加州星球，既然同你跑平榜，咁我都要想還翻你馬一個公道，究竟係咪真係佢屋企人有白事，而佢將只馬退咗料？咁所以嗰陣時跑啲樣磅嘅咩130幾磅跑唔到咧，好啦，咁你今次跑個明白啦，輸咗啦，原來哇真係你去跑咁 top fit 嘅，嚇仲要揾個外勞嚟一嚟就贏啦，咁呢個第四喺馬主嚟講都攞到好多錢獎金，呢只馬係對個馬主好忠心嘅，咁有時候啲馬好得意嘅，佢真係有時會知道佢嗰個真正嗰、那個。馬主的主人如果不在這裡，有些馬真的不起的，好像即被偉哥吃都不起的，立刻謝了的，真的有這些這尤其是 他在這裡的時候，他有時候去探望他，他們的記性很好的，他就會立刻有一個喜勁去衝，例如說輸了都無可說，以後你喜歡跟不跟都可以這樣說，
即係好難會再同到呢啲而家呢啲咁 top fit 嘅馬去爭噶啦嚇，因為即係英雄遲暮啦，只可以咁講係嘛？咁但係例如話我哋陣間喺節目最尾嗰度，我哋都會俾一隻彩蛋，因為呢個係我哋應承支持我哋呢個頻道嘅人嘅。係。咁你唔支持我哋喺下邊 Vili Vili 咧，又話收皮啊乜乜乜。你咪打18111咯，你呢個情緒熱線你好有問題，因為我都話咁多出面，而家因為個傳媒咧個生態已經越嚟越窄，你可以做傳媒講嘅嘢嘅範圍都越嚟窄，咁所以咧講旅遊啊，講乜乜乜乜，特別賽馬係雨後春筍嘅，雨後春筍嘅。咁但係你話嗰啲雨後春筍有冇質素咁，你自己衡量咯。嗱，你都覺得我呢個冇質素，唔好睇咯。揀啲啱你睇嘅，咁辛苦做咩啫？但係你繼續留言咧，下邊咧，我當然都會多謝你，因為好似有小編你成日話俾我聽，有正反面嘅留言，YouTube 先會特別覺得呢個先係真實嘅好嘅 feed， 好嘅節目係嘛？因為全部都是正面的，一定是假的，太假了，我們要正反兩面都有，大家互相交流，要有讚有彈，沒錯。好了，但是最重要就是93241440找黃小姐，因為很快的了，那馬季其實已經差不多只剩一半了，那你如果你還是單打獨鬥這樣去跟馬會去搏老命，你輸的機會基本上是高唱入雲的，你入我們這個群組，我們大家幾百個臭皮匠，咁都打唔低佢，係咪先？你百變萬變不離其宗嘅，我哋有策略噶嘛。同埋同唔同嘅谷友交流下，大家有唔同嘅嗰啲策略啊，或者睇法啊、觀點與角度，其實真係對你賽馬係更加好。小編啊，逢賭仔都覺得自己叻嘅，逢賭仔都覺得自己好叻仔嘅。我哋唔可以講我哋谷友係賭仔，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好多嘅入到嚟之後，真係自己大徹大悟咁樣同我哋講，即係真係啊入到嚟真係先認識到咁多唔同嘅投注策略，原來係更加容易可以補到一啲即係漏洞啊，令到自己以前嘅盲點咧就盡量變咗係唔中就變咗中啦。係，咁我哋都有成語話三人行必有我師嘛，我哋個 group 多過三人幾多倍啊！而家仲有我哋呢個 group 係香港賽馬司令台啊！你知唔知？知唔知咩意思啊？點解咧？因為咧好多出邊嗰啲網台特別都叫收人110元攞貼士嗰啲，個個都 join 曬我呢度，就攞我啲貼士出去賣。死唔死？你話真係，唉，做咗司令台咁，但係都唔緊要咁啊。其實分享就係幸福嚟。係。咁佢都有俾錢我噶嘛。係。佢要做司令台，佢都要俾錢我係嘛？咁就都冇辦法啦。因為我哋會知嘅。係。我哋梗係有啲辦法會知道啦嚇。咁anyway，好，我哋入正題啦，好嘛？好。小編啊。我哋即刻嚟。好，先講呢個咧，有爆佢啲馬唔易捉喎。咁呢個係講緊啊。這個叫廖康明，廖康明，他的馬當然不易捉，但在我眼中，我一捉就捉，就好易捉住了。當然了，這隻馬呢，即是你見他之前其實捱到立跑1200兩場，都近下近下，咁跟住呢，無端之跑1400輸喎，跟住翻返落嚟擺下蔡明兆，你知唔知開飛嘅時候幾多倍啊？幾多倍啊？呢個大英才，21倍。係，21倍。咁到最尾，我梗係攞嚟做膽啦。落尾落到11倍，哇！咁啊拍住咧嗰只增強，翻嚟都好分，咁但係好可惜咧，即係你話如果當日阿梁家俊嗰只馬跑好少少添咧，我哋仲都仲贏嘅。頭先你講咗啦，50倍 Q， 100倍嘅二重彩，輸一個鼻哥窿啫。哦，咁但係當然啦，都好多足又贏啦，咁但係淨係贏咗 win 都夠啦，11倍116蚊係嘛？咁啊，所以有時就話呢啲冇花架咁，你睇我啲翻盤，見到即係有飛有勝啊嘛。都冇辦法，對於佢哋嚟講唔太易捉咯。係，冇錯。我哋要體諒人。唔係你，即係你仲係唔信嘅。同埋你亦都全香港冇一個好似我咁樣嘅 group 嘅。我哋所有谷友係擺曬一堆。我就一個人發號施令，中就中，唔中唔中，冇頂冇撞嘅。如果我成日唔中，我都走曬啦啲人。喂，或者你講嘢幾好聽，或者你幾靚仔，你都係唔中啊！唉，對唔住，我都係要走啦，係咪先？呢個就係好現實嘅。我哋不斷，我哋而家即係對比同樣呢個期，即係而家係1月啦。對比我哋舊年嘅1月，我哋個增長係仲係多過舊年嘅。
持續地增長。講曬啦，兼且出面而家個市道係咁差。係啊，咁我哋都有一個正面嘅增長，呢、這個唔容易嘅，因為呢、這個即係我哋好認真 去處理每一個賽馬人嚇。咁我覺得我哋仲有一個正面增長，真係叻過馬會，因為我哋仲有一個新聞要講，就係咁咧，今日呢個董事杯日咧，投注額就15.43億，較上年同期跌8.7% 啊。係。咁啊，入場人數有16,340人啦，咁嚟緊咧就係跑沙田嘅全麗夜宴。咁聽日啦，聽晚就啦，就係聽晚啦。咁所以我哋較上年同期有增長，已經係好叻噶啦，即係10個讚啊！我可以話俾你聽，聽日咧一定更加低，不論入場人數，不論投注額，因為凍到咁樣，更加今日真係冷啊，更加少人入場。咁所以咧嗱，亦都帶出一樣嘢嗱，各位馬迷真嘅，你諗下，琴即係啱啱今日嘅凌晨，幾多？哇！我企我今朝，我起身，我4:08。哇！咁你谂下，嗰班友仔，哇，3:00多起身出去操马喎，佢会唔会讲只马俾你听 ？Michael， 我走先啦。啊 ，Sabrina， 即系话俾你听，如果有人同你讲，喂，马房料啊，手足料啊，喂，听日第四场几多号啊？你信唔信啊？我3:00多摆低老婆女朋友。面乾水濕，哇！絕絕真走去操馬，拖只馬俾人操，跟住我知道只馬真係好堅嘅，我會話俾你聽，叫你買，除非個手足係傻啦，唔好信呢啲啊，冇呢啲嘅，大家自己當一個娛樂去睇，去跟佢出嚟啲馬，係考下自己眼光。嗱，啲大英才啲都係跟翻嚟嘅，你估真係沙圈望到咩？當然跟咗一兩次，升到1,400嘅時候，我再跟輸咗，翻轉頭1,200。捉翻佢贏翻咪得咯，賽馬好處就係有賠率，但係總之你出面講啲咩，哇又話馬房料啊，喂告仔啊，佢通常最揞住半邊嘴，喂告仔話喎咁樣嚇，佢驚人唔信啊嘛嚇，佢因為佢嗰啲人好驚人唔信啊，佢永遠就話喂阿方仔啊，喂阿邊個馬主啊，因為佢咁樣講咧，係邊個嚇，你一講邊個咧，佢咪哇咦咁啊，明明買500變買5,000，咁啊輸多4,500。原本輸500嘅啫，咁啊輸咗4,500。哦，多謝阿仔。哦，仲有 Brian 啊 ，Brian 已經係第三次咯，見唔見啦？多謝。而家 YouTube 好喎嚇。講埋。哇！我哋嗰次有一個10次啊。哇！尋晚。哇！10次咁勁。每場1億，唔係 Edmund 當然收貨啦。你澳門全年都有得個2億，一隻潘頓馬都唔知2億啦，有時係嘛？咁啊。Anyway， 咁啊都多謝大家嘅 super chat 啊，呢個對我哋係一個鼓勵嚇，咁亦都俾YouTube 睇到嚇，我哋亦都係即係好好嘅一個節目嚇。OK， 咁呢個就一定會跌嘅啦。咁但係你話10幾億咁一路咁跌落去咧，咁啊而家股票都跌得咁勁咧，咁呢個好正常嚇嚇。咁但係10幾億都好勁嘅，全世界都冇嘅啦，都依然係啊。好，再嚟。所以咧，我哋睇住佢跌咧，都要學下呢個仁兄就係要淡定啲。咁佢咧就叫淡定哥嘅話，就話要失850米都話贏喎。咁啊，就係呢個足球啦嚇。咁嗱，呢一場馬就係我哋今日其中一場要同大家講。喺競聯小組嗰度，係佢哋對呢場馬入邊有一兩隻馬嗰個賽事競賽事件入邊嗰個評述。同真係發生嘅嗰個問題，係只係輕輕大過，係真正要點樣處理呢一隻馬個騎師，佢哋係一啲行動都冇做到。嗱，我哋就睇呢條片好嘛？好，我哋睇片先。好，我哋成條波睇就係睇呢只黑白，唔係呢個睇頭先黑白嗰條片。同埋嗰個千杯經典，仲有年年勝利。係啱中華精英嗰條一樣嚇。係。嗱，首先我哋留意中華精英一出嚟拉住咁啊，起琴冇咗啦。好啦，嗱，我哋留意入邊黃色帽。嗱，唔好睇中華精英，嗱呢個一起集咁呢啲當然係做手腳啦。好啦，嗱，我哋留意入邊啊。係。誒？繼續去啊！嗱。哦，佢話冇啊，得。唔係有啊，仲有頭先有條嘅，另外一條嘅。年年勝利嗰條啊，係啦，冇錯，係啦，嗱呢條，嗱我哋留意黑白啊，紅色冇呢只阿田泰安，佢出嚟喺呢個位，佢就喺呢個位，跟住入邊咧
就喺度嘅千杯敬典咧，就挨咗埋阿潘頓嘅年年勝利嗰度咧，已經好埋啦，逼下逼下，好似逼下逼下咧，嗱你見到嗱佢抽起咗啦，見唔見啊？潘頓有望啊，哎呀死啦，夾到佢添，好啦，嗱呢度夾咗，停一停先 ，Lenza， 停一停片，好，你讀啊 ，Sabrina 你讀。嗱呢度佢有講啊，佢有講頭先發生嗰度就係嗱黃色誒唔係白色衫袖呢只千杯敬典就阿蔡明少，紫色衫呢個就係年年勝利嚇，阿大賊入邊嗰只就黑白。好，嗱呢度佢有交代，咁頭先大家見到係真係嘅，千杯敬典好似有小內閃壓到阿潘頓跟住壓到啲黑白，咁所以你見到阿。田太安咧成隻抽起係危險㗎，好啦，佢點講？咁我哋聽下競賽小組係點樣描述嘅先。近七百米嗰度嚇，係好近七百米處時受年年勝利緊迫之際收慢。咁當時年年勝利咧就外閃，仲要俾咧千杯敬典帶向外跑。咁千杯敬典咧就喺避開令財嘅後蹄之際咧就妨礙喎。其實你話佢有冇要避開只令財啊？佢另外喺佢前面成兩個馬位，佢避開咩啫？爭有啲遠喎呢個。參天拱地。係，咁啊，佢咁講啦，跟住就話在五百米處咧，就再受年年勝利擠迫之際，大力避。如果七百已經嚟，再嚟五百呢度，咪跑咗千二？唔知道。好啦，停一停佢先，唔好停 ，Lenza 停，係啦。係好，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年年勝利咧就持續外閃啊。就略為要向外斜跑，要避開呢個千杯敬典。咁儘管黑白咧受到嚴重干擾，見到啦嚇，田太，我哋即係成日收起啦嚇。我哋嚟到呢度都係事實嚟嘅，受到嚴重干擾。但係小組咧就認為年年勝利嘅走勢係造成呢件事嘅主因。但係咧，主因，佢受到嚴重嘅干擾，年年勝利亦都係造成呢件事嘅主因。其實就唔係千杯敬典喎嚇，因為佢自己都係外閃喎嚇。好，跟住下一句嚟啦。但係並且不涉及騎師犯錯。即係阿顧東嚟話齋，原來只馬自己。撞出去就唔關哦，騎師喺上面就完全控制唔到嘅。咁我以後不如唔使揾騎師，綁兩隻馬騮喺度跑得啦，或者跑狗咁乜乜都唔使騎師，將啲空馬揾一集，嘣彈出嚟，啲狗都係咁噶，自己跑咪得咯。咁啊，嗱，如果你咁樣講咧，全部成立嘅，因為只馬自己跑嘛，冇騎師去控制啊嘛。哦，有騎師控制，但係就唔關個騎師事。哦，好嘢嚇。係，跟住所以佢就話咧，小組認為冇。並無採取進一步行動。如果呢個唔係潘頓咧，罰兩人。罰夠佢十日八日啦。咁佢咧就仲有最尾少少就話啊，最尾咧一百五十米就受困，未能望空；一百米處就受危多福同令財之間未能望空，就要大力閃避。咁喺呢件事咧就。危多福在轉弱之際同樣都是要立避的，他就譴責田太安，儘管坐騎或者緊貼令財的後蹄處於困境，但根據賽事規例，在空位不足下嘗試望空屬違例行為，那就他錯。我們都看看究竟田太安就是這麼簡單，還是他是特意去將這隻馬去特意這樣走到那裡再夾自己一次，令到呢只八點六倍嘅馬輸咗咧。好，頭先我已經講咗，由出閘開始，佢喺呢個位，嗯，一路夾完一次，再翻到臨尾，而家再睇。好，繼續去片我哋，係。嗱，你睇住啊。佢已經夾完一次㗎啦。嗱，夾完㗎啦。但係佢仲係跟住呢個位喎，點解咧？點解嗱？仲係少嗱，仲嗱，你要夾一次啦。好啦，咁你點解你唔可以跟住個足球咧？嗱，贏馬嗰只足球喺出邊啦，球星啊。嗱，點解你攞去右手邊咪得咯？佢唔係，佢係都要貼住條欄。嗯。係咪撩鬼攞命啊？佢都仲要。嗱，人哋啲球星啊，咁樣塞住都攞出出邊啦。係。好啦，佢而家跟。嗱，佢又涉啦。嗱，諗住跟住出，但係呢度根本死位嚟個。哇！你睇，你睇下度。佢仲要夾到只危多福啊！呢度講都冇講啊！嗯，調翻轉唔係危多福夾到啊，係佢夾硬插落嗰個位度夾到，你睇危多福爭啲跌落嚟啊！見唔見到啊？嗯，見到。呢個係魯莽拆騎啊嘛！甚至乎佢夾硬將一隻馬咁樣輸咗佢，呢個田太安呢場馬根本係要罰停賽，甚至乎應該起碼停幾個月。
完全冇啊，完全冇。但係呢段嗰個競賽事件，中國個咁危險嘅事件，係咁依講下算喎。輕描淡寫講下，同埋咧年年勝利嗰啲咧，淨係話真相向外閃，冇啦。佢竟然話只危多福轉咩轉弱之際大力立臂。如果就算怎樣轉弱關你屁事咩？你不夾我，我使乜立臂啊？順轉翻嚟，喂，你擺明係哇撞埋嗰個立啊！佢唔係望空啊，佢唔係好似佢話齋係唔可以啊，空位不足啊，嘗試望，佢根本佢就夾硬，唔係望空啊，插落去中間個位係唔夠嘅，夾硬叫入去，跟住成隻魏多福抽起。你話對呢個騎師幾危險啊？魏多福。钟业礼系咪争啲跌出跌落嚟啊？咁危险嘅事件喺呢个竞赛事件入边，冇罚潘顿，首先夹到田泰安，再冇罚田泰安，究竟点样处理呢只黑白？你由头至尾都跑住个死位，你完全冇灵活性，但你对比布文，人哋咦冇位喎、咁都拉出去啦，走嚟内栏入边搵位，人哋咪赢咗咯。你夹硬喺嗰度以为摄住个位，喂，你作为香港。長期在頭三名的騎師，這個死位你夠膽跑的，你是夾硬跑下去輸這隻馬，還是你覺得他真的不懂去判斷這個位置是去還是不去？競賽小組要你在這裡吃屎啊，就是要你判這些嘛，吳家產，騎師被你差點撞下來，他要死，沒人管他，你要這個，因為你自己去揀的嘛，但是你這個魯莽拆騎，如果令到其他騎師在这个事件受伤呢，这个就应该要谴责甚至乎停赛。他这些就好像揸车那些危险驾驶。鲁莽啊，危险驾驶就即都叫做你危险呢。鲁莽的意思就是我根本都没有。是的，不理你，哎，我喜欢左左右右，这些叫鲁莽。罚得还重一点。同埋我不觉得。Eason 啊，多谢多谢。Eason 都。都好像很多次給 Super Check 了、多謝啊、nice. Eason 都是我們的谷友來的，都成個中環的、這個你大家判斷，你們都可以上馬會的網，我永遠都讚的、是最好也都很快，那你也都看看整個賽事，再看看他們對每一個競賽事件的批評，這班垃圾去看這些事件究竟是怎樣看，那個處理方法對不對？喂，我真的浪費很多時間去看才看到這麼多，我們做這個節目是有客的，不是隨便、今天來做隨便吹下水帶張白紙、我們吹什麼，不是這樣的、所以呢、我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你支持我，我也都會盡量給你好東西全部贏，我上次你看我的片 都說了潘、班德勒是還債的嘛，今次再出頭場你當然要當然要拿回他。有 comment 說田泰安去馬和不去馬是兩個騎師，誰都 是尤其是潘頓，他真的搏老命，你看他你向前和向後輸幾場馬都是打右手邊的，因為人家麥道洛騎上來，人家節奏推下去，你就知道他去了，他不是那隻澳洲佬的車輪邊，你一邊打下去幾硬，兩下拍住你就贏你了，今次是 fair and square 咁贏你嘅，呢只氣勢嚇，費事叮噹碼頭添啊！係啊，唔會同你平頭殺低你，旅遊氣泡一撳落去你就永遠第二啦，就唔係永遠美麗啦，永遠第二。呢啲永遠美麗呢啲馬，你換一個騎師就永遠第一。你繼續俾潘頓就永遠第二，佢就係爭個級數，就係爭個級數，去唔到，發揮唔到呢馬嘅最 limit 嚇，只係跑到個八九成馬啫。好啦。咁啊，跑完呢場啦，大家自己去留意，再細閱啦，再睇睇啊，就睇睇我有冇生安白做，或者覺得呢個競賽小組啊，唔係啊，人哋判得好啱啊，我就覺得一啲都唔啱嚇。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有啲咩新聞 ？Lisa 就一路夾住，好啦，咁啊，我哋就講最大單啦。頭先你話，咦，嚟睇到個睇個故事啊嘛，成魔啊嘛。其實這個成魔呢，我今天我不是想講這個成魔主的、okay、因為為什麼呢，後來我哇有很多馬迷給那個在我的、YouTube 下面給我的 comment， 他說喂 Michael 你可不可以講講希威森這隻，可不可以講講那隻很不對路、又可不可以講講這隻又朗朗乾坤，當天、走出來都不走出來，有沒有什麼古靈精怪，然後弄一弄我原本其實今天呢就招呼黃志宏的，你知不知道，所以我就說這個陳念慈和高亞智、因為黃志雲回來這麼久，加上陳嘉熙、去最後這兩個了，
周俊林唔好講啦嚇，周俊林自己有天分，加後天努力，同埋跟到好師傅啊。嗯，我就原本有啲片咧係播阿黃智華，同樣人哋騎同一隻馬，嗯、人哋可以入 Q， 你騎兩次仲要輕十磅，都唔知跑乜。嗯，咁而因為咁，究竟騎術學校？嗯，花了咁多時間，浪費了人哋咁多青春。你翻到嚟，其實係咪就等於佢自生自滅嘅咧？你哋有冇去 follow up 佢，同佢做下 appraisal 咧？有冇同佢做下 coaching 咧？咁啊，高亞智，你作為一個都喺香港叫幾成功嘅騎師，點解你教唔到一個叻嘅騎師出嚟咧？喂，我相信你喺香港，不論你嗰個宿舍、人工各方面。不少嘢嘅喎，又有個 comment 話高亞智當年騎得咁硬淨，點解教出嚟班細路仔冇個得冇個硬淨？因為佢喺度即係阻礙和尚敲下經咯。嗯，同埋南非人其實大部分係好歧視嘅，南非本身係一個好歧視嘅地方嚟噶嘛。嗰陣時係有呢個白人種族嘅原因噶嘛，嗰啲黑人基本上係同你即係有個隔離型咁樣噶嘛。是啊，曼德拉46664，知唔知呢個 number？ 46664，就係曼德拉坐監嘅 number。46664嚇，就係因為佢將呢個黑人種族隔離打破咗，嚇，咁啊令到南非而家就有少少唔同，但係都係好危險嘅。如果你膽正命平，好想做生意咧，去南非你攞乜嘢去都有人買嘅，但係就可能。很快就結束了你的生命咯。我以前識一個新加坡做二手車的，他兩架車去就四架車回，四架車去就八架車回，八架去十六回，後來做到很有錢了。他說但是天天抬著兩把槍出街的，很危險的，現在都還是這樣的地方。好，anyway，我就見到咁多谷友留言啊，想究竟你想睇下，可唔可以 comment 下？阿希偉森，其實我已經準備緊招呼佢，但我就想喺禮拜六嗰陣時先招呼，因為我就已經做咗好多功課招呼阿黃智華噶嘛。係，因為我想佢哋好啊，我唔係想踩佢。咁黃智華條片咧，我就唯有聽日咧就聲音導航，係就獨立咁樣播一集啊出嚟。我由二月開始，我要勤力啲啊！我要努力向上，咁咧整多啲呢啲咁嘅短片，咁咧就變咗我哋呢個片咧唔使揀太長嚇。嗯，黃智華聽日獨立出，咁今日咧我哋就希威森成魔之路，唔好睇呢只住，我哋先睇朗朗乾坤。好，出集嗰刻呢個全香港都講，咦？佢一壓落去。唔喐喎，但係點解呢個騎師再冇任何動作，鞭下佢啊，踢下佢啊，都想擁佢出嚟咧？冇，佢兩個手一擁，唔去喎，好似即係好似架車一踩油死咗火咁樣。同埋我覺得咧，佢好似有少少預咗咁啊。冇錯，係咪好似隻手拉住啊？捧住咗之後，跟住就騎腳，即係嗰啲叫咩？挺直企咗。定係其實佢係有騎咗，其實佢係有。缰绳是有方法令到只马一喐就停喺度咧，咁我咧就花咗好多时间。原来我再睇翻，原来佢哋两兄弟有前科嘅喎。唔系净系呢？大卫希斯、希威森、一模一样呢两个人。有前科，就系一只退咗役嘅马，叫做倍增胜数。再睇，似唔似头先个动作啊？他好像想去，但是一壓下去是上年7月1日回歸那天，真是回歸，真是特別多事搞，再看一模一樣動作，是吧？咦，其實他的缰繩是不是可以懂得，這馬就不出來了，他好像想推，但是一推就向下，有些人就說希威森出就很快，咦，胡亂摸不出來，喂，競賽小組我哋有時睇每一個賽馬，唔係話今日呢個賽馬日完咗，哦，我哋翻屋企咯，去飲紅酒咯，去香港會度 social 啦，係嘛？啊呢樣嗰樣，當一個騎師發生咗啲嘢，你都應該好似我哋呢啲 layman 咁樣，啊，好似阿黃子華話齋，啲 layman 啊就唔識法律嘅嚇，我哋唔識噶，但係我哋叫做有少少記性。咦？
同一個人有發生過喺上年，即係半年前嘅啫喎。其實七月一號啊嘛，同樣嘅馬都唔出閘，同一個馬房，再嚟一隻都唔出。喂，唔該你兩隻上，俾啲口供先。你哋唔係第一次喎，係第二次喎。再加埋頭先嗰個中環精英，嗱，我哋再睇中環精英，同一日發生啊，同個朗朗乾坤1.9個大熱門，一出閘就起啦，佢原本想又係想撳住佢，點不知呢只跳咗出嚟咗，佢可能都可能都係想玩嗰科，點不知呢只馬就跳起咗，咁啊繼續跑啦。咁啊出嚟人哋都走曬出去，你就喺後邊啦。咁啊梗係叮叮查查都掉埋啦。好啦，一日入邊一隻咁樣起琴，輸咗，一隻咁實。佢嗰種驚訝，冇出到站。好啦，咁你以為完咗啊件事？成魔就唔係梗係兩件事啊，要好多件事加埋喺同一入邊，仲有一隻我再睇。好，我哋咁咧呢個就喺當日第六場。呢只叫高氣派，咁我當日順便我哋睇睇我哋點樣中呢個大英財啊嘛嚇。11倍，留意綠色衫紅色帽，你睇下佢嘅手。你睇佢隻手牙咗出嚟，好似蝴蝶手咁樣喎。跟住你睇下嗰啲低能邊啊！嗱，迪力伯勒啊，大英才已經拱出嚟啦。財務少，你睇佢喺後邊。係。你睇佢嗰個低能邊個左手邊打咗一邊啊！嗱。係。嗱，跟住你睇，佢低能仔咁樣打得嗱，跟住睇佢睇個手，喺前面撩下撩下咁啊，翻出嚟咯喎。佢都幾。再睇啊！幾顯眼㗎。啊！再睇嗱。係啊。呢場係千二啊！嗱，你睇佢嗰隻手，首先好似唔係點推，你睇隔離嗰只阿布敏喺人哋隔離好大。你睇佢喺個馬頸底度按摩下啫嘛。嗱，跟住個低能左手邊啊，個低能邊你睇。係嚟啦，佛卡啦。啊，好似鳥烏鷹咁，跟住睇佢喺前面撩下隻眼咯。哇！睇下左手。哇！我想講咧，如果你好認真咁睇咧。佢前面黃色嗰隻同佢隻手咧，真係參天共地。係嘛？人哋係去緊佢。我哋就係要揾個 lay woman 啊！嗱，我就 lay woman， 你係 lay woman。係。要睇你都覺得佢 hea 啦。即係因為唔係嗰個角度咧，真係咁啱。即係你睇嗰啲左手邊係咁樣，跟住你睇佢喺度。係啦。喂，做咩？我覺得你都唔好睇遠啊！你淨係睇前面黃色嗰隻同佢。你再睇側邊啊！阿何銘年啊，嗰隻保安威，你睇下嚟打到，攞有都腫啊，推騎腳踢，佢就個邊啊！在前面咁撩下撩下，真系嗱啊，见唔见啦？好夸张，唔系个重点系咧，佢咧人哋隔篱嗰只咧系咁样去紧啦，佢系系啦，冇错。所以其实真系每一集咧，我又真系用心去希望俾大家睇多啲阵上面嘅古灵精怪。你其实越识睇阵上面古灵精怪咧。你就越容易找到冷馬，因為他們的太監只是告訴你，喂，做愛很傷身的，千萬不要做愛，你信不信？做愛，太監告訴你，做愛很傷身，okay， 就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會給心去看每一場馬，我們每天回來都花很多時間，這個是我多年習慣來的，這個無所謂，對我來說很快的，但是你只要你懂得看，你自然知道古靈精怪，你就自然會捉到他哪一場爆。他想古靈大英才，你咪古靈精怪咯，千二唔得上千四。我知道你古靈精怪，我輸咗俾一次，但係好似嗰個邊個嗰個啊嗰個咩誒頭文字 D， 係啊，我唔會輸 twice。阿龍九啊，係，但係我唔會輸 twice。啊，幾串啊？係。咁呢個就係要俾自己一個，即係玩咩遊戲都好。我不會輸給你的，對嗎？你要放個心機下去，沒錯，你放心下去，什麼都是，好了，就不是說，我經常好像踢爆了，不是，我其實換一個角度，希望你用這個角度去看每一次的賽後報告，還有那些片，你慢慢潛移默化，就會捉到不同外面那些太監馬評師的馬，不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司令台而已。喂，使唔使嘥咁多時間？俾少少錢我契弟搞掂咯，多謝，我冇所謂嘅，係咪先？喂，只要大家都贏錢，就係開心噶啦，分享分享時福，係啦，唔緊要嘅嚇。你話喂，你連俾錢我都搞嘅，咁唔好講啊，叫做冇乜可能啦。好啦，而家咧香港咧
已經即係你見到即係都好多古靈精怪嘢。係。啊！今日俾我睇段新聞就搞笑嚇。係。你讀俾大家聽啊！哇！呢個係 ICAC 50周年嘅咩啊？全城跑啊，係咪啊？反貪不停步。ICAC 原來50年啦，原來不經不覺。啊！五十年，佢做過啲乜嘢啊？我以為佢走咗路。ICAC 走咗路。唉，即係你仲夠膽攞出嚟搞啊 ！ICAC 所有啲。ICAC 嗰啲地鋪執 Q 曬佢，幫香港政府慳啲錢啦。香港政府而家開始應該要做一個瘦身嘅行動啦。所有司局長全部一次出糧，啱唔啱啊？成績做唔到就冇得出糧，按你嘅行工量值，所有唔應該有嘅地鋪啊，諸如此類，冇咩即係生產能力嗰啲，將佢 streamline 咗佢，大家去。共度時間啊嘛，你仲係攞住幾廿萬，跟住嗰個屎忽就插住個屎忽窿，就插住隻手指 ，finger in the ass， minds in neutral， 真係可憐啊！香港有呢班人真係好啦。Anyway， 我哋今日咧就內容同大家即係分享咗咁多啦嚇，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到，蠱惑最蠱惑就係呢個大衛希斯啦，若又玩。呢啲咁樣都玩嚇，咁啊另外，希威森其實今年季初，如果你已經有留意我呢個節目嘅，我已經話希威森已經埋咗大賊堆，佢而家就已經係南非大盜嚇，佢一個南非仔啊嘛。你諗下呢條友喺香港打鑊金嘅，盤骨都移位，仲要繼續磨咗喺度。揾唔到錢就對唔住自己啊！喂，證明佢有揾錢，冇問題喎，揾錢啱唔啱啊？但係都要即係正當地啊！冇錯，你其實香港獎金咁高，你正正常常任何一個騎師，好似任何就算阿陳嘉熙啊、阿黃志宏，一年200多萬獎金冇問題嘅，成二即係平均除開成20萬一個月，食死人啊！是這樣議的啫，係咪先？咁但係你都要應該俾咁高獎金你，就等於好似我哋俾咁高獎金嗰啲香港嘅公務員就係咩？高薪養廉啊嘛。但係而家你哋高薪又攞埋，然後利益又攞埋，咁樣就香港市民就唔係好開心噶啦。點講都唔通噶啦嚇。好。有啲問題問係嘛？係好，我哋而家去到下半場咧，咁咧有人咧就問第七場嘅4號，哇！第一場都幾多喎？極速之子啊嘛！極速之子11號宜昌勇士，2號劍叉群英同埋6號嘅逐步人，啊，仲有9號起快。嗱，起快咧，可能你因為睇到個集啦，那個千二嚟集，佢好似臨尾話啊，啪啪啪啪撲上嚟幾好啦。咁呢度當然有好多隻馬，1、2、90。都冇跑過泥地，亦都冇呢個路程嘅根據嘅。咁當然你要特別會想去留意啦。咁嗱，嘉賓神區其實喺之前啊，係啊，啱噶。阿偉達，你今年你睇嗱，聽日啲顏色黃之，大家小心啲啊，第二門啊。係嚇。咁但係呢只馬咧係希威森跑得幾好嘅。可能喺馬主嘅即係建議底下，可能偉達冇辦法係啦，俾佢試下啦咁樣。但你可以拖，但我就覺得唔可以做膽嚇。嘉賓神區其實喺落班之前三班阿嘉利都入過位置，我哋中過嘅。咁而家落班之星，你每次都見到嘅香港賽馬會就係咁啊！一落班之星，話知你咩化房，除咗方家柏以前苗禮德之外咧，基本上你會見到自動編排咗潘頓落去嘅。十隻馬有9隻都係編啊呢個所謂六屆嘅鄉下冠軍騎師嘅，咁得意嘅。隻隻馬一落班就係佢嘅，梗係有人編排啦。最中意俾佢。冇錯啦，健測群英咧，亦都曾經未有咩狀態嗰陣時跑過一次泥地咁啊，放喺前面。嗱，華卓情咧，大家真係要小心。我哋上次係中到應一應嘅，就係谷草嗰晚我哋中，就因為我感覺到而呢只馬咧，佢唔中意跑泥地。哦。佢翻過去啊，佢跑近嗰次喺。谷草禮拜六入馬，爆嗰次冷門之後咧，咁啊蔡玉涵擺翻佢翻嚟跑泥地，影都冇喎。跟住佢再轉翻去跑谷草，嗰晚就跑夜馬。我都唔好理佢啦。可能而家呢馬中意翻，即係中意咗個新鮮感，翻去谷草。
咁你而家跟住就翻翻嚟，你可能唔得都唔出奇噶。嗯。所以呢只你頂籠拖，我話埋俾你聽都唔怕，我拖都冇拖嚇。咁佢跑出嚟都冇辦法。有時我哋要堅持我哋自己個睇法嘅嚇。好。跟住。左邊就話極速之子咧，上次咧喺轉彎嘅時候，唔知點解只馬唔 pick up， 墮後咗，跟住追少少。咁今次睇下報文點樣處理啦嚇。好。時間就好慢嘅啫，其實。逐步贏同埋大道至正啊！大道至正咧，上次嗰第四好 hea 嘅。嗯。咁呢啲馬咧，阿鄭俊偉識訓練佢，亦都贏過咧。你對阿鄭俊偉有信心。係。咁要呢只馬跑得好嘅話，你唔使理佢九歲，佢點都有少少實力喺度嘅嚇。係。大道至正嚇，呢只馬 OK 嘅嚇。好。逐步贏我講咗啦，上次我哋連皮片都睇埋啦。還債係嘛？咁你咪要拉呢只啦。咁而家繼續俾你跑，梗係要跟翻佢啦。佢拉過嘅馬，佢梗係有目標而為一個目標去拉噶嘛。目標可能係呢場啦嚇。好，跟住第三場係嘛？係第三場。起發頭先講咗啦，佢千二集後追，但你真係今次，如果你真跑嚇，阿 Sabrina， 你喺後邊咁多隻馬煩起啲嚟係嘛？咁你喺嗰情況只馬仲係咪咁？咁想拍啊，有另一回事嚟噶。好，跟住之後咧就問第三場嘅十二號中環大進十一倍，一號怪獸奇兵十一倍，同埋八號嘅全神貫注四十三倍。嗱，我覺得咧中環大進咧，嗯，呢場馬應該田泰安擒上去當泥集，哦，輸遠少少咧，呢只馬落班噶啦，落班翻翻去田草千四，你先跟都未遲，嚇。咁咧，跟住咧嗰只咩話？怪獸奇兵。怪獸奇兵咧嗱，佢喺三班都叻嘅，咁而家落咗班，出邊嗰班太監咪話係咁吹啦，係咁吹啦，咦落班啦，即刻釒住個路程，我就其實當然有啲咁多擔心啦。黃志雲真係可唔可以發揮到呢只馬出嚟啦？嚇，咁咧呢只馬亦都唔係容易贏，你見其實呢兩季都叫做贏得一場，好難先贏一場，係嘛？咁啊，上次就喺度放喺前面咯。同埋都唔係佢。啊，其實佢唔係我知，佢而家佢減咗十磅落班啊嘛。有冇幫助？有冇咁大幫助？係啦，放喺前面，但係我了解個黃志雲唔知點解咩馬放喺前面佢都放唔到喎。係咯，好奇怪。好奇怪㗎嚇！呢只我對佢冇乜信心。嗯。啊。好，仲有隻全新。我有隻對佢好有信心嘅。係。我陣間我再當彩蛋，再彩蛋送俾支持我哋。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嘅網友嚇，可能都係線你嘅，不過我又唔會線你嘅嚇，我都會買，你放心嚇。好，仲有隻全神貫注咧，可能你大家都會感覺佢有一場馬都係潘明輝跑喺田草咧，喺內欄好似追得嘅，但係我都感覺呢個馬好似喺泥地唔得。哦 ，OK， 好啊。呢場馬我嗱好老實，我覺得呢場馬不外乎係三。四唔使理嗰啲話咩缺貨啲，嗰啲叫傻嗰班。三四九十一，我覺得離唔開呢五隻馬。Okay. 啊，潘頓嗰只咧冇咩交收過，但係咧去海外有跑交沙地嘅。咁只馬亦都即係阿巴度跑咗好多場唔得，咁啊即管換下人試下啦嚇。睇下潘頓會唔會騎到佢咯？咁啊世界頭王佢騎得好嘅。好。咁啊，跟住仲有問咧，第五場嘅五號機械騎士22倍，二號天行健10倍，八號保麗新輝7.6倍，同埋十二號迎到爆6.6倍。冇錯啦，迎到爆我都會覺得呢一馬試習之星，但係出嚟跑始終都係好差嘅呢一馬。啊，天行健咧，其實之前一場咧喺泥地，阿梁家俊跑場咧，你翻去睇嗰場馬喺直路度咧，攝上嚟好隱晦咁樣輸咗。兩個幾馬位，咁啊跟住咧轉過去跑路程，我嗰場我都跟佢點不知輸咗。今次翻翻落嚟換艾杜拿跑，呢只馬唔係咁容易贏。係。咁耐贏一次喺谷草千二都係尾抓一下上嚟，睇下佢可唔可以攞準呢只馬嗰個發力點。十一檔就換到賠率。係。亦都即係當然你會唔係好有信心，就係好奇怪艾杜拿攞完價翻去澳洲慶祝完聖誕翻嚟之後咧，好似冇咩，唔係嗰個人咁啊變咗，啊好奇怪喎，真係喎，唔知換咗角色咁啊翻嚟啲成績好曳啊，咁希望呢只馬睇下可唔可以
做翻好啲啦。保利生輝咁，咁上次有一次阿潘頓都贏啦，咁上次田立啱跑翻又唔得啦。咁啊，又換翻潘頓。咁但係咧，呢場馬咧，你話你問完咁多，你哋都冇問到一隻馬。機械騎士就嗰個集埋阿博薩魯曼騎先似樣嘅。係。阿彭啲馬真係好少有一出就好似嗰只中環精英咁嘅。咁第二場咪你嘔翻特俾佢咯。呢度有一場馬，我覺得你哋應該要信嘅。係。就係十號奧華威威呢只馬 top fit 啊，而家。嗯。趁佢咁 top fit， 再加埋啲十磅，112磅喺十二檔，子彈咁樣可以彈出嚟得，或者喺後邊咁輕磅，總言之啊，阿黃志宏揾到個空位，只馬會帶佢翻嚟噶啦，佢坐定就得噶啦。好翻啦，呢馬十一倍啊，十一倍依家呢只馬一定要，唔可以唔要，信佢嚇，信佢。仲有冇啊？冇啦嘛。好冇咧，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你嘅收睇啦嚇，咁啊。咁我哋啊彩蛋，誒我哋俾個彩蛋俾大家嚇，爭啲唔記得咗，好重要啊！我哋只彩蛋，好。咁咧就係第八場嘅五號精彩動力。咁嗱，我哋俾得彩蛋咧，我哋要有理有據咁俾。我哋睇下呢只中彩精彩動力上一場都係呢集馬跑嘅啦。嗱，而家箭嘴前面嗰只就係首到再來嚇。咁上次已經帶出咗啦，佢一後邊跟住黃腳立。好似盲俠咁啊，係咁樣打邊推推推，咦？點不知死啦！哎呀，原來冇位喎，咁啊隔呢個屎忽拉住你嘛，人哋嘅尾影蝶飛手到再來繼續推，佢仲要轉一個位出嚟，但係你睇佢今次騎得幾好啊，係嘛？仲可以追到個第三，你今次呢兩隻馬加咗啲磅，係嘛？咁佢咧就仲係依然咁輕，其實佢都係1100嘅咋。一樣後追，咁我覺得呢只馬佢今次第三次騎啦，梅花三籠啦嚇，應該要贏噶啦。嗱呢只就我彩蛋，所有都係配合咗。你驚嘅就齋買一 win 三 pay， 或者淨係買三個 pay， 即係你諗住我買開十蚊注，同埋玩三十咯嚇，齋 pay 又咪支持下啲後生仔，要對佢有信心嘅，搏一下。冇錯嚇。咁好啦，我哋今次咧就再俾最靚 number 俾大家。係，最後嘅最後就係1834633，俾呢個 number 就一定贏硬啦。由幸運女神講出啦，仲有你每次睇到我哋嘅節目，你覺得非常之情緒激動嘅，就打18111情緒熱線，幫你解決下你嘅情緒問題嚇。咁啊，如果你以為我哋呃你嘅，你就打18222防騙熱線嚇。咁但係我哋冇收你錢嘅，即係冇呃啦嚇。咁啊，都好多熱線嘅。總有一個幫到你。咁咧就2526636就係頭先個五十週年。ICAC 阿婆都跑步嗰個。Michael， 我仲有一個好重要個。係啊，93241444。係啊，冇錯啊，係啊，喺呢個。就喺呢度。唉，好嘢。好重要啊！順便啊，呢個真係冇飯都冇得食啊！你唔支持我哋。好，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大家贏多啲。嗯，玩得開心。全嚟嘅夜宴咧，真係要小心啲，揀幾場玩就好啦。係啦，最。